我碰见你，你们澡堂一个 bread bag。bread bag 啊，我叫他找我。哎哈，然后他跟我讲，妈的，现在红，我们去办那个礼拜一，我去外来给我两个司机办那个 fire license。嗯。然后碰 bread bag， 他说，妈的，听说你们是最大的吗？他说那个，他一问我说再给我来几本那个 fish ticket， 我说要几本，他说四本。